隔壁说我要你要长一点，不能你不能这样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三十了？哎，你知道我们都打完了，这边可能三应该三十了。好球，对。喝水。一听你这个宋明搞定了。好原来叫李子坚，录下来没有？啊，好，再录再录。哇，太像了！喜欢啊，还带运气的，我们在那吃。哎，怎么回来？这个到时候就给老杜留着，那个老给他留着，下次。嗯。好呀，操！刘斌。奥了。他有比较大。啊，快到了吗？还有七分钟呢。哥哥，你干嘛？慢了，慢了。你要干嘛？不是，这不是不是不是吗？不是的，你是真的假的？真的是真的。这是在，我这都是在那个啥 ，Sunrise 那买的。没有，因为你买了很多99的放在一起，就同化了，所以质量就差了。那99是展越，对啊，我展越先。没有，就你用了99的货，你打字变成动态。
这个根本不能碰。你刚才跟男的碰一下。没有，我们有碰吗？没有碰。知道。有碰吗？你们打朱林那一队的时候，你们撞一下，碰到人了。感觉还没碰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好球！我本来想打29，最后一分没碰上。打过去不但没进。结果28-30。那你没进啊？没进。很欢乐。他们以前在大打，一直不太会打，大球在打。哎！你在哪捡？性格还可以，人家个性。这个年龄还敢？你那倒不讲性格，讲什么？上年纪还能不讲性格？他那是能讲性格，不能只能讲性格。对啊，开玩笑。这话你说，好长的时间就打到你的气质。哇！哇！这个是音响打还是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有这这牌，我们拿到下月了，不是？我看我都要用成下月了。看吧，八号还是四号？有人上吗？我看我都要用成下月。按啥？按哪一个？不会按。